今天深夜分享看世界杯清凉萌照，网友发问：张继科是你拍照的吗？近日世界杯开打，除了平常人熬夜在看之外，明星也是不例外的。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份子。今天在网上分享了两张身着清凉看世界杯的呆萌照，正在看的应该是德国对阵墨西哥啊，真的看不出他还是一个足球迷啊，还是说他只是陪谁看呢？所以网友的关注焦点都在了他的特别的化妆台，因为是镜子跟灯绑一起的，这种的似乎只有在舞台后场才有这样的化妆间的啊。还有就是明星可以看到这是摆拍的，不知道这个是谁拍的呢？是张继科拍的吗？之前经常有人拿景甜的背景说事，更是认为他拥有着一流资源去拍烂片，但自从跟张继科恋爱后，很多人都黑转粉了吗？你是这样的吗？大家看好景甜跟张继科在一起吗？你们喜欢这对情侣吗？